次。等一下，不是，因为我们有三个游戏，所以下一个游戏就在我们下面这首歌的后面。嘿，对，所以阿明明又要来再讲一个笑话。谢谢硕哥。好，那我再讲一个笑话，然后这个笑话是牛肉面的笑，图书馆的笑话，就是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人他去图书馆。为什么你们都知道？对呀、啊，你们讲不出来。就有一个他去图书馆，然后去图书馆的柜台说：“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一碗牛肉面。”然后图书馆就讲：“不好意思，这边是图书馆。”这样，然后那个人讲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要一碗牛肉面。”好，真的是有一点笑不出来。对，好，现在这首歌也是很头痛的歌。不会啦，很好听，是那个方大同跟薛凯琪《复刻回忆》，对，应该蛮多人听过这首歌。因为对这首歌被翻唱成蛮多版本的。对，好，带来这首《复刻回忆》，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很期待，每次都期待这个玩游戏的时候。真爱在哪里？哎，对吧？真爱在哪里嘛？对不对？对。